好，我们接着再来看。那我们说过关于佛出生，那么到底走了几步，讲了哪些话？那么这个在各个佛传讲的不一样啊。我们接着下来看啊，他说啊，先看这个过去现在因果经啊卷一，那么他是行七步举右手啊，这个简单，这两个都比较简单啊。那么我于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圣，无量生死于今尽矣啊。那一样啊，这个也是行七步，也是举右手。天上天下均无过我者。好，那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好，那现在我们说过有走一方的，有走四方的，有走六方的。那四方的是有部的，有部的是走四方。那现在这个方广大庄严经啊，那么是走六方的。好，那你看它东行，向东行七步，这个是走六方的。那很明显这个一般都是六方怎么走？六方不能走嘛，东南西北，然后上啊，它往上往下要怎么走啊？但是基本上印度习惯讲六方啊，后来讲到十方嘛。好，那他说我得一切善法，当为众生所知。我于这个是东，然后向南方，我于天人应受供养啊。然后向西啊，我于世间最尊最圣啊。那么此即是我最后变身，尽生老病死啊，通常就是这是我最后一生了啊，那我要得解脱了，我要成佛了，我要度众生了，通常是三件事啊。第一个我要解脱，我来是要得解脱的，出生死的。第二个啊，就是我要度众生啊，基本上是这样。好，那么我在这个世间是最尊最圣的啊，无上上。好，那这个下跟上他想的就不太一样了。我当降伏一切魔君，啊，又把这个降魔的事拉进来了。然后你看，灭地狱诸猛火等所有苦聚，讲到灭地狱苦了，啊，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啊，那我们说过像比较后期的，比如说像《地藏经》啊，《地藏十轮经》，它就比较偏重在三恶道的了，啊，离三恶道的苦，施大法缘与大法语，当令众生尽受安乐。啊，那么这个是下方，啊，所以很明显的把下方放在走这三恶道这个地方了。好，那么上方我当为一切众生之所瞻仰，啊，天人师了。好，那最后讲完了之后还讲一个经，我为大医王，能除生死病，我于世间中为最尊最圣。好，这个是在佛传里面讲最多的，啊，就是他开眼最多的了，啊，就是讲六方。然后讲了这么多话。好，那大圣里面他讲十方，有一些讲十方啊。那十方里面他并没有比较，没有说十方都各讲什么，没有，他只是讲十方啊。那么最主要的，比如说《大般涅槃经》啊，卷七啊，然后《大宝积经》啊，卷十会，它里面有所谓的净饭王一佛品啊，这个里面是在讲净饭王有一天去见佛。然后跟佛讲他当时出生的情况是怎样怎样怎样，啊，讲这件事啦，因为佛可能不知道啊，还是说他净饭王跟他说，哦，那佛当时出生的时候怎样怎样怎样。好，好，那这个我们来看哦，我们来看哦，看大般涅槃经讲的哦，这个大般涅槃经是大圣的那个大般涅槃经啊。好，他说假设，因为他讲十方嘛，假设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流传所谓的如来，尤其是大圣经典如来刚出生的时候，十方各行七步。那这件事基本上很多人是不信的啦。第一个从幼学生，第二个生之后走七步，但是他不是讲走七步，他是讲十方各走七步。那么这个很多人不相信了，啊，那十方各行七步要怎么走啊？然后我们就在地球上，他其他人怎么看啊？然后要讲给谁听？那这种听起来比生下来就走七步还更不可思议，更难让人相信。但是他说什么？你看哦，如果说假设说如来生的时候于十方各行七步，这些是不可信的，就是这样很难让人相信，这个不可信，这样的说法不可信。他说什么呢？他说假设你认为这样的说法不可信，你认为这个是编的，那么他说这样你就是魔。是魔所说，那有些经典里面会这么说，他说这个就是魔所说。那么
你随顺魔所说的，就是你认同，你认同。比如说我说，比如说我说，你说佛十方，十方各行七步啊，这个颠掉了，这个不可能。那么一大波涅槃经的说法就说我是魔了啊，我随顺魔所说。因为假设你认为这个不可信，那这个是魔所说的。那么你认同，你也认同这样说啊，不可。比如说我说了，你们认同啊，这个哪有可能啊？这不能信了、啊，这哪有可能？哎、啊，你就是随顺魔所说。是魔的眷属啊！你看，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可见当时有很多人提出质疑。当时有很多人提出质疑，你讲这个不可信，但是他就跟你讲，你要说这个不可信，那你是魔；你认同他说的不可信，你是魔眷属，跟他一挂的啊！你看，他就基本上，你看这后来大乘经的有一些是这样子的。好，那么假设说啊，就是这一件事，如来生死一十方各行七步，可信。它是什么？方便示现啊，就是如来示现这一些是要利益众生的，是方便的，方便示现的，是真的有这件事，方便示现啊。那么四名如来所说经律，假设哪一个部派的经跟律里面，那么有提到这件事，而且它是方便示现，像我们刚才讲的啊，这个有部的里面啊，那是方便示现，那么是真方便示现，是说真的有这件事。啊，那么它是方便示现，啊，就好像这个《法华经》讲如来成佛也是方便示现，涅槃也是方便示现，甚至后来这种方便示现哦太多了，甚至提婆达多要杀佛、堕地狱都是方便示现，啊，弄得我们最后好像世间一切都是方便示现，只有我不是而已，啊，后来变成这样了，就是很多东西到底能不能信，我们会觉得，啊，那因为。方便后来在大乘用得太泛滥了，提婆达多杀佛也是方便，堕地狱也是方便示现，啊，后来说他在地狱受三惨乐，根本就没有受苦，啊，然后所有一切都方便示现，那这样会让我们会觉得，那到底什么是可，什么都是方便，那都已经排演好的，剧本早就写好的，啊，就会变成这样了，啊，好，那你想啊？假设说这个是如来方便示现，是名如来所说经律，即是菩萨，那你就是菩萨。如果你不相信，你就是魔，啊！你看后来大波罗蜜经讲到这个样子，虽然他这样讲，我还是不相信啊，啊！为什么？哎，这个不可能嘛！你想最早的一足经都没有讲到这么复杂，十方啊没有。你说左右是生下来能走这件事，在历史上还是有的。还是有的哦，生下来假设就能走这件事了啊，那可能还是有的啊，但是这个还不是那么离奇。你说这个一般来讲还会讲，一般还有更多情节啊，就是我们只是没有讲。比如说他要生下来的时候，九龙灌水啊，就九条龙吐水，然后那个天王啊，四王天的天王还是道月天主给他捧那个盆啊，然后还有梵天啊，那脚踏。每走一步都有一个莲花涌现，反正讲的很多啦，不只是讲这样，我们只是就龙树大支里面说的，然后提出就是说佛传里面的记载非常的多，那我们看了这么多，我们有一个什么观念，就是说他从一方到你说右胁出身，也不是所有的部派都讲右胁出身哦，有部就没有讲右胁出身，有部基本上是讲从产到生的啊，所以他会说他不讲右胁出身，除了有部之外没有讲右胁出身，其他的部派一概都讲右胁出身。所以有部说他这个天人化现一个老妇人挡在那个摩耶夫人的前面了啊，就变成这样啊，之后变现什么，但是他不讲话右胁出身，但是有部讲走四方，有部讲走四方啊，那到了大方广大庄严经讲六方啊，到大波罗蜜经讲十方啊，啊，甚至跟你讲，假设说我说出生就走十方，你不信，那你是魔啊？你怎么可以不信呢？啊，我不可思议啊！那但是我们还是要理智一点啊，理智一点。基本上像我们讲右胁出生，这个可能是跟他道立天下来的啊，或是他是刹帝利有关，他在说明一些事，他应该不是真的啦，不太可能是真的啦。那么走生下来能够走路这一件事，他这个我们就不知道，因为有一些人确实生下来，有些有可能就可以走啊，但是讲话也有可能，这个也有可能
就是生下来走路讲话这件事比较没那么离奇，但是你说走四方、走六方、走十方，这个就有一点离奇了啊，这个就有一点离奇了。好，但是这个也可能就是所有的佛传基本上都有讲这一件事，都有讲这件事，但是记载的详细不太一样啊，大概就是这样了。好，那我们再来底下看啊，就讲到这个走七行七步四故观察，就四方了。那我们说最早讲的是左右四而已，一足经里面的啊，就左右看这样而已啊，就越原始的就是越朴素了。好，那再接下来看啊，就是有探讨到说，那为什么？因为走六方、走四方有表法嘛，那为什么走七步？为什么会走七步？所有的经典包括论里面都在探讨说，那为什么会走七步？七有什么特别含义吗？啊，那一般我们如果看经典里面讲，七基本上是圆满的意思，啊，七日啊，七在佛教里面基本上是圆满的意思，但是多数的经典都这么说了啊，他说七是，啊，论跟经里面在讲到为什么走七步，除了华严经哦。华严经因为什么事都要凑到十嘛，都要凑到十，所以他走七步有十个，为什么走七步？走什么七步啊？讲了十件事。那这个因为他是比较什么事都要凑到十的。那一般来说行七步，就经律论啊，我大概跟他看了一下，基本上主要就三件事，七步代表三件事。第一个最常说的就是七觉知，佛要说七觉知，七步是代表七觉知。第二个七步是代表七财，七觉知念责法精进喜清安定舍，啊，从念责法清进喜清安定舍，啊，不过七觉知里面的次第是三十七道理里面最复杂的，啊，比如说八正道，第一个一定是正见，最后一个一定是正定。啊，那五根五力，第一个一定是信，最后一定会，这个不会改的啊，就是它的次第是一样的，但七觉知的次第是不一样的。到底是念在前面，责法还是责法在前面，还是舍在最后面，定在最后面？我特别把所有经论的七觉知都找出来比对，七觉知是有最多种说法的啊，就是它的次第最不一样的。其他三十七道品七列嘛，四念住、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的次第都一样，那五根五力根力里面有三根、四根、五根、六根啊，就比较多不一样，但是它的次第是一样的。只有七觉知的次第，各个经律讲的不一样啊，你们有空也可以去看一下啊。但是基本上最常见的就是念责法精进喜清安定舍啊，这七个。那我们说行七步代表，基本上代表三件事，就是我们综合所有的经论来说了啊，代表三件事。第一个叫做为众生说七觉知，啊，第二个就是说七财。那么七圣财的这种修法，在经论里面也是很常见的，但没有像其他那么常见。我们说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是部派，佛陀时代没有三十七道品这个概念，没有，没有。三十七道品是佛灭后，佛弟子把佛常说的。解脱的次第方法，常说的找出七类来，叫做七三十七道品，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这全部加起来是三十七个啊，但是有七类啊，有七类，这个是佛常说的。但是佛说的解脱的次第，针对在家、出家不同的说法，不止这七类。啊，有一类没被收进去，就是七圣财这一类，啊，叫七财，表七财，信戒惭愧闻舍会，啊，那有的次第也不太一样，啊，就是说有的是惭跟愧在最后面，有的是会在最后面，啊，不一定，啊，那么但是它基本上就是七圣财，讲七财，那这个也是很常见的，行七步是因为七财，华严经里面也有，其他经里面也有讲到，啊，信戒惭愧闻舍会，这个我们可能比较少知道。信戒惭愧闻舍会，那有的把惭愧放在后面，惭愧闻多闻。
他对在家出家都有这么说，闻舍会布施。这个不只是在家的哦，出家的也有，这个也是修行的次第，但这个没有被列在37套品里面，如果列进去就变成八类，再加七就45道品了，44道品啊，37，因为这个也是七了，有关于七圣财的啊，然后八大人觉也没有放进去啊，就是其实佛说的修行的次第了啊，依各种不同的就是根器说的不同的，那最常见的七类不拜把它变成所谓的37道品啊，就解脱道品变成37道品。那其实除了这七类之外还有其他的，那其中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七圣财啊，阿那律的八大人觉八念啊，其实它也是佛修的修行次第里面的啊。好，那么我们要讲行七步代表什么，最常见的就是三个，第一个就是七觉知，第二个就是七圣财，这个都是修行的方法，第三个啊就是七苦，消七苦，它基本上是说消七劳垢啊，七苦除七苦了啊，消除啊，或消或除啊，除七苦。那七苦其实就出生子啊，消七苦啊。一般来说，那你走七步是代表什么？啊，也有些人是说，那么超越六道啊，其实没有。佛陀时代那个时候还没有六道的概念，只有五道的概念啊，五道的概念。那当然后来当然有所谓的六道，大智里面有时候讲五道，有时候讲六道啊。那常见的就是这三个。第一个应七觉知，第二个应七圣财，啊，七步了啊，就是他修行的方法啊，七觉知七圣，然后第三个就是除七苦，除七苦，七苦是什么啊？七苦就是我们生之后会面临的七种苦，我们出生之后会有七种苦，啊，那么因为这个身体是五蕴，五蕴，五蕴炽盛之总说，五蕴炽盛之总说，因为无常就苦嘛。五蕴炽盛之总说，就是我们出生之后就有这个报身，报身会面临七种苦，加起来就八苦啊，其实就七种啊，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基本上就这七种可以让你得解脱了，其实消这七苦了。好，那这个是经论里面啊说到啊探讨到为什么走七步啊，为什么走七步？好，那有些说，那为什么观察四方啊？那比如说像《僧伽罗刹首集经》，那里面做到走七步是七觉知，那观察四方是四圣谛啊，又这么说，稍微了解一下啊，有关于这个佛出生，那么各种经典所说的不同啊，所说的不同。那这件事当然在《大般涅槃经》的时代常被拿出来讨论，而且觉得不可信，所以他就会跟你讲。你说这个不可信，你是魔。你相信这样不可信，你魔眷属。如果你认为啊，这个是真的啊，那这个是佛的方便示现啊，虽然有一点点不可思议，但是佛的方便示现啊，那么你就是菩萨啊，你是三宝的弟子啊。那虽然他这样讲，我还是不相信的啊。啊，基本上就是说，因为他这样讲，更表现了当时有很多人不相信。当时有很多人不相信啊，基本上是这样。好，那我们可以从最早的啊，最早的《易珠经》啊，看起来比较朴素一点。好，讲到最后讲十方，那我就问嘛，那你上方下方怎么去？上方下方你怎么走？你告诉我嘛，你顶多就四方啊，你上方四方你要怎么走？啊，好。所以其实学习佛法有时候还是要理性一点啊，啊，你不能说啊，这个是佛说的。啊，我只要比如说你念这个咒就可以灭81劫，念几劫几劫的重劫就可以出地狱，念了破地狱真言就可以破地狱，念了灭定业真言就可以灭定业。我告诉你，佛法没有这样讲的，啊，我不相信，啊，没有这种事的，啊，好，这个其实佛也讲了，你持一句咒、两句咒、三句咒，啊，你就要怎样要怎样，无有是处，没有这种道理的，啊，没有这种道理。好，那我们再往底下看。啊，这个就是解释这个佛说的这个啊，那作事事语啊，这样的誓言讲了之后，身见长大啊，
那么舍欲亲属，出家修无当道啊。那我们说这个在后面所谓的出家成就，三十五卷跟五十卷里面都有讲到他是怎么出家的啊，他是怎么出家的。那这个我们稍微大概讲一下就可以了啊。那等到讲到那里的时候再来讲啊，他后面也有讲了啊。据说在出家以前，出家以前发生了两件事。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娶了耶稣陀罗了啊，因为耶稣陀罗佛到底娶几个？那么有三种说法。第一个就是娶一个，就是耶稣陀罗。大智度论的说法是娶两个。那么那个大的因为不孕没有生啊，那耶稣陀罗有怀孕啊，那生了一个罗诃罗啊。不过罗诃罗是六年后佛陀成道的时候才出生的，这个是大智论里面举的。好，那但是事实上应该是佛出生的时候，佛出家的时候罗诃罗已经出生了，基本上正常的是这样啊。然后他要出家之前，他是半夜嘛啊，那也有讲到为什么一定要半夜。佛是半夜出家的，中夜出家嘛，出城嘛。第二个是半夜成道的，第三个是半夜入涅槃的。为什么要半夜？那么也在探讨这件事，因为论就是这样嘛。那这有什么道理？为什么一定要半夜？那都在树下啊，在树下出生，在树下，在树下转成道，然后在树下入涅槃，那都在半夜。那通常最常说的话，就半夜就表中道，表中道。那这个我们后面再来说啊，为什么这样是表中道？好，那通常我们先讲佛出家之前啊，佛出家之前基本上，如果从因为《中阿含罗鸾经》里面有提到啊，有提到这个佛自己讲，他出家之前他为什么会出家？很多人喜欢问嘛，那为什么要出家啊？师父你为什么要出家啊？为什么想出家？那佛陀可能大家讲知道他为什么，他日子过得那么好啊，太太那么漂亮，他又是王子，他又年轻力壮，就有人问他嘛。通常会出家的就是年纪大了啊，或是生活困难了啊，或是有病了啊，然后他才出家的。你又身体又健康啊，那家庭环境又那么好，又这么年轻啊，那未来又这么幸福，那你为什么要出家啊？那佛陀大概在这个《罗鸾经》里面，《中阿含的罗鸾经》啊，有讲到他为什么会出家。那其中提到他出家是因为啊，这个他有讲到《罗鸾经》里面讲的还不是那么多了，讲最多的是佛所行赞了啊。不过他出家是因为有看到所谓的第一个老病死。就是他看到老人、病人跟死人，不过他讲的比较简单，那么讲比较多详细的是在《佛所行赞》里面，啊，那看到老病死，他心里面会想，这个人老是这个样子，很辛苦啊，病躺在那里，然后一吃药也很辛苦，死，那么死到哪里去？那么。他心里面会想，因为他那个时候会对这种老病死感到厌弃的嫌弃啊，我们也是这样嘛，嫌弃老人，嫌弃病人，嫌弃死人，怕死人嘛，有死人过去，哎，不干净，不干净。好，老人啊，老人啊，有那个病味，病老人有那个老人味啊，那个病人有那个病的味道啊。我们一般会怕病人，怕老人可能比较不怕啊，但是会怕病人，怕死人啊。以前我们小时候，如果有人死了，然后。棺材从旁边经过，那个房子都要关起来的，不晓得为什么了，反正大家都这样啊，就赶快把门子全部关起来。那旁边有死人啊，就要贴这个窗户，还要贴那个什么红纸啊，什么要盖起来啊。反正就是我们一般会嫌弃死人了 啊去参加那个死人的那个，比如说参加那个丧礼，回来都要撒净过，或是用什么做净过啊。反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通常会嫌弃死人，嫌弃老人，嫌弃病人。好，那释迦佛当时看到老人、病人死人的时候，他也嫌弃的，他也嫌弃的。后来他有一天坐在树下想一想，我为什么会嫌弃这些人？我以后也会老，也会病，也会死啊！我以后也会老，也会病，也会死。我不应该嫌弃这些人，因为我以后也会是这样的人。你看，他就这样想哦。那这样想了之后说，那我会老，我会病，我会死。
那我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我不能等到我老病死的时候，我再无可奈何啊！我现在我就知道，我以后会有老，会有病，会有死，所以我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他这样想的时候，据说了，据说啊，进居天的天人啊，当然这个是有这么说啊，进居天的天人化作一个沙门，也有说这些老病死、老人病人死人，都是进居天人。视线变化的，要给释迦佛知道，要给悉达多太子知道的。因为净饭王，我们知道净饭王这个悉达多太子刚出生的时候，那么就请那个阿斯陀仙人，有些说请一个，有些说请很多人都来看，啊，那么反正就有很多种说法了啊。那么请阿斯陀仙人来看，阿斯陀仙人看了之后，就跟净饭王讲，这个小孩子，啊，这个三十二相具足。那我们说不可能三十二相，因为三十二相里面有四相是牙齿相，是十齿，齿尖、齿密、齿白，啊，那刚出生不可能有牙齿，啊，一般好了，释迦佛比较厉害了，悉达多太子比较厉害，刚出生就有牙齿了，也不可能四十齿啊，啊，要吓死人了，啊，那所以也有说是十六相，啊，最早说是十六相，啊，不是十六相，十八相，十八相，啊。那么或是十六相啊，反正就是一开始没有那么多相，后来因为三十二相代表圆满嘛，后来就说三十二相。好，那这个太子有三十二相，这个三十二相只有两种人会有三十二相，一个就是法王，一个就是转轮圣王。那么有一些说是，那么他跟金光王讲，这个孩子长大后不是做法王就是做转轮圣王，如果他没有出家他就是转轮圣王。转轮圣王就是统领地球的啦，统领地球的哦，不是统领印度哦。他后来就比较倾向于统领印度的啦，啊，印度王，比如说阿育王，阿育王是统领印度的，他就是转轮圣王。那照理来讲，如果照经论说的，转轮圣王是这整个地球的王，啊，我到现在还没发生过了，未来有可能啦，因为越来越密集了嘛，啊，那就是大家互通嘛。就是交通工具越来越厉害了，然后这个地球会变成就是一个国家，就是讲那统领那个国家的王叫做转轮圣王。好，有点像现在欧洲也是变成啊，就变成慢慢就欧洲一个共同体啊，那后来变成世界一个共同体。好，那这个小孩子如果没有出家，他就是转轮圣王；如果出家，他就是做法王。这个是第一个。那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阿斯陀仙人很明白的告诉这个净饭王。这个小孩子以后会出家，转轮圣王就是三十二相只有两种人有，一种是转轮圣王，一种是佛觉者。那么这个小孩子以后肯定会出家，肯定会出家成佛，啊，这是另外一种说法。好，那么阿斯陀仙人啊，也有记载到这个阿斯陀仙人回去跟，就是看了这个悉达多太子之后，因为那时候年纪很大了，阿斯陀仙人年纪很大了。然后回去跟他的年轻弟子讲说，啊，你记得，啊，因为出家从这么小刚出生到出家，至少释迦佛是二十八岁出家的嘛。但是他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出家，也不晓得出家后什么时候成佛。但是他很确定这个小孩子以后会成佛，所以他回去就跟他的小弟子说，他的弟子很小啊，年纪很小啊，他才遇得到嘛。他这么年纪大了，七八十岁了，再等二十年，顶多最多二十年嘛，那最少二十年，他才能出家嘛。那释迦佛是二十八岁出家的嘛，二十九岁出家，三十六年经过六年修行成佛，三十五岁成佛，啊，那如果照释迦佛那三十五年之后，那个阿斯陀仙人都七八十岁了，他活不到那么时候，他也知道他活不到成佛佛再来的时候，所以他回去就跟他的弟子讲，你记得，因为他很小嘛，他才十几岁而已，很小，你记得。未来啊，三十年、四十年、二十年不知道，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他很强调，我跟他讲哦，你一定要记得啊，这个未来会有佛出现在这个世间，你要记得这个件事很重要哦，你要记得哦，你一定要去亲近这个佛，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利益。这个那个时候还没有佛嘛，这个小孩子他师父死后，他的名闻利养，名声嘛。啊，他是谁的弟子，然后他继承的他师父的信徒寺院财产，哦，然后他又是谁的弟子啊，然后都全部继承
啊，继承之后，因为名闻利养大嘛，啊，他因为他师父的信徒就移交给他嘛，或是他也相信他嘛，然后长大了，那个阿斯陀仙人过世了之后，他的弟子长大了，佛已经成佛了，他不把他当一回事，他也没去记这件事啊，啊，然后甚至他没有去亲近佛，你看，你看多可惜，他的师父千交代万交代，以后会有佛出世，你要记得这件事，而且一定要去亲近佛，你只要亲近佛，会给你带给很大的利益，啊！但是他把这件事忘了。后来佛成佛了，阿斯陀仙人的弟子也没有去亲近佛，啊！那这件事情是非常可惜的，啊！那因为什么？为什么？他因为他从他师父那边继承来的福报嘛，所以他也他自己的福报了。不过就是因为他师父留下很多给他了，然后他就沉迷在里面了，啊，就没有去亲近佛了。啊，那这个是在这个经律里面也是提到的。好，那我们说他出家之前，出家之前主要啊是看到老病死，那后来就变成所谓的四乘游观嘛，啊，后来就变成这样了啊。东门看到老人，啊，西门、南门看到病人，西门看到死人，啊，北门看到沙门，啊，其实不是这样，其实原来的说法是佛陀金饭王为了怕这个，因为阿斯陀仙人说他后来会出家嘛，或是他可能出家嘛，所以佛金饭王啊，金饭王他爸爸，因为金饭王老年得子，他的妈妈摩耶夫人据说啦，经论记载都是四十几岁才生，大概都四十几岁，超过四十几岁，四十岁以上叫做高龄产妇了，啊，那么生下来七天就死掉了，啊。据说生到倒立天了，一般都说倒立天了，也有说到多帅天的，一般都是说在倒立天。好，那么就生到倒立天了。那他因为他是高龄产妇，所以而且生下来没多久就死了，所以也不能再生了。那金饭王其他的太太，有些说是大爱道也是他的，大爱道也是金饭王，就两个姐妹，摩耶夫人跟大爱道是姐妹嘛，有说是他都是嫁给金饭王。有这样一说了，那有些也说不是。好，那不管啊，反正就金饭王大概就是除了摩耶夫人啊，那如果是大爱道也是金饭王，那么阿难就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就是佛陀同父异母了啊，不是阿难啊，难陀了，讲错，难陀啊，难陀是大爱道的嘛，大爱道的儿子嘛。好，那这件事就是说。因为金饭王很怕悉达多出家，所以给他盖了三个宫殿，啊，有些说春天、夏天跟雨天，有些是春夏冬，啊，那盖了三个宫殿，然后里面给他很好的花园，然后让他尽情的游玩，而且让所有服侍他的人，老的、生病的、长得不好看的、丑的、身体弱的，啊，然后比较笨的，全部不能够去接近悉达多太子。在悉达多太子旁边的都是那种年轻貌美啊，那么聪明的，让他对这个世间充满什么？充满欢喜，不要让他看见这些，因为当时就很多沙门都是要除老病死的，他就不让他看见这一些了。所以金饭王的刻意安排下，释迦佛过的日子，悉达多过的日子是很幸福的，但是他有一天就出那个花园。去看见就出叫做出城游观，讲这件事，后来这件事就被编成是出东门看见，出南门、东南西北门看见老病死沙门，但是其实是他是出城游观，啊，出这个迦毗罗卫城啊，在路上分别看见老病死跟沙门、啊，那一般我们有时候说的就是他。往东城、往东门、往南门、往西门、往北门，后来就变成这样了。那一般来讲是他出这个迦毗罗卫城，出城游观了，一般叫做出城游观，去游览了啊。然后分别看见啊，这个在《楼兰经》里面大概也有提到，就是说他看见老病死，然后心里面他本来看见老病死，他会有嫌弃心的，我们也会啦。我们看这个老人，哎呀呀。就是鸡皮鹤啊，或者在行动缓慢啊，然后看见病人啊，看见死人，越少接触越好啊，就变成这样。
会有嫌弃心。然后他第一个反省是说，我为什么要嫌弃他？我以后也会这样啊。然后有一些就是说，他会问那个旁边的人，那那个是什么没看过啊？那这是什么的？因为金万王特意安排嘛，不让他看见这一些。那是什么？啊，老人，他会问。那所有的人都会老吗？是的，所有人都会老。啊，包括太子，你现在年轻，那以后也会老。啊，那是什么人？那病人，所有人都会病吗？会的。啊，身体这个五蕴的身体没有不病的，大病小病的而已，没有不病的。所有人都会死吗？所有人都会死。好，他心里面开始思维这件事，所以后来在《杂汉经》里面有讲到这件事。《杂汉经》里面佛对比丘讲，他说有四种马，其实也呼应到这一件事，就有四种马。有一种马哦，就是看主人的鞭子还没打下去，还没打下去，他就知道要跑，啊，往右边他就知道往右走，往左边就往左边走，往上一点就是要跑快一点，因为打下来比较重啊。主人还没打，他就知道要往哪里跑了。这个是第一等人，就是事情不要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他看见别人，不用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就知道老病死要赶快有问题，老病死要解决了，啊。然后这是第一等，第一等。第二等人就是，啊，已经打下去了，轻轻打下去，他就知道要跑。这是第二等好马，啊，就是说事情，比如说我们只是听说，我们只是听说。啊，那么我们就知道，哎，我们也会有。释迦佛只是看见别人的老病死，跟他没关系，这些人跟他没关系的，他就知道这也会发生在我身上。啊，那么第二等人是发生在我周围的人身上。那么因为发生在你周遭的人身上，那么对你的感受会比较深，比较深刻了。那么他就知道，哎，我要对治了。第三等是发生在你的亲人身上，比如说你的父母啦，你最爱的人啦。像莲池大师也是这样，莲池大师出家是因为他父母，都往生了嘛，啊，然后他接连了，啊，像一顺导师也是啊，啊，他好像一年里面不知道死了几个人，那有一个是跟他一起住在一起的，啊，他的爸爸还是谁啊，然后他就会有这种啊世间无常的概念，这种是第二等的，第三等的就是发生，第二等是发生在周遭的人身上，第三等是发生在最亲的人身上。第四等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就知道要修行了。那这也有很多人啊，得了癌症啊，或怎么样啦，啊，或者生意，反正他就开始觉得世间无常，他要修行。那么这些你知道要修行，都叫做两马啊。那么这个在佛陀里面有讲到。那么比对于佛陀为什么出家，他基本上是看到这些人跟他不认识的，但是他就会讲，这个老病死以后也会在我身上啊，我以后也会有老病死。他开始，虽然他生活过得很好，很幸福，很美满，未来充满光明，啊，现在充满欢乐，但是他会想，我以后要面临这些问题，我必须现在就要想清楚，要解决它，啊，然后怎么解决呢？他不知道，他那个时候不知道有出家这件事，也不知道有沙门这种人，他没见过。后来他在路上遇见一个沙门。他想，哎，那是什么人啊？或是那个沙门有说那个沙门来找他，啊，见具天人化现的嘛，啊，那你是什么人啊？我是沙门。沙门是做什么的？沙门是要解脱出生出老病死的。哎，他一天心里面开始对出家这件事挂意上了。那有说他后来去跟金万王说要出家，金万王不允许。后来他才偷跑，半夜，啊，就找那个禅陀，我们叫车尼。然后有时候是骑白马，有些时候是骑马而已啊，就把那个马背着半夜，然后就出城，啊，那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然后到白天的时候叫他回去。到跑多久？一般都记载十二游行，这里也记载十二游行了。等一下我们再来讲。那有一些是说从半夜一直跑到白天，明相出来，啊，明相出来好停了。然后那有的时候有固定的要往哪里跑啊，反正就是有很多种说法了。那这个你讲到啊，那释迦佛在出家之前是因为见到老病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他看到农夫在耕田，就是有这两件事啊，促成他出家的原因。然后重点是他会想啊，重点是他会想。那么第一个就是看见老病死，那老病死他会想，我也有会有老病死啊，所以就有那个杂案里面就是四种马。啊，四种两马，
就是你知道要修行，知道这件事以后发生在你身上，不管是你听说、你看见、你认识不认识的人、你周遭的人、你的亲人、你的挚爱，或发生在你自己身上，你会想要修行，那都是两码。有些人是打死了都不会跑的，啊，也不知道怎么跑的啊，那这个就没办法。好，那释迦佛是因为知道看见老病死，虽然老病死离他很远，第二件就是他看到农夫在耕田，那农夫在耕田，那么看见动物之间彼此伤害，那他升起慈悲心，觉得这个世间哦是苦，那么大家彼此伤害，农夫在烈日下流着汗，那要耕田，那个牛耕田，那牛要被打，那被打的时候那个身体会流血，然后这个土翻起来，那个虫旁边有很多鸟在吃这个虫，但是鸟互相要吃虫，也要争吵，也要争着吃这个虫。他看到这一幕呢，就是在这个世间众生彼此伤害，为了生活啊，所以他就走到树下想这些事，想得很详细，就是想得很专注，那么开始入初禅啊，有记载这件事，所以他那个时候在家的时候就有初禅的经验啊，后来他才又去找出家之后才去找师父，就是他还没有出家之前已经有先有这些经历，那么才造成就是第一个他看见农夫耕田，那牛这个牛很辛苦，这个农夫也很辛苦啊，那众生这个鸟吃虫啊，文这些众生彼此辛苦跟彼此伤害的事，第二节他看见有老病死跟沙门这件事，然后埋下他未来出家的种子啊。后来他出家之后啊，我们这边往地面底下看啊，他说他这里有讲到中业出家修无上道啊，他前面是讲做事是以身见长大欲舍亲属啊，就是要出家了啊，但是出家到底为什么会想出家，就是前面有这两件事了，一个就是看见老病死，一个就是看见农夫耕田啊，那么众生彼此伤害，然后一直在受苦这件事，然后让他想出家。好，那么所以后来就出家了，舍亲属出家修无上道啊，这个在后面有说了，在出家成就那边有说啊，那这里就是简单讲啊，因为这里重点不在讲这个，这里重点在讲为什么会说般若波罗蜜啊，那顺带讲的。好，那中夜起观啊，那中夜大概就是半夜了啊，就是一般我们说10点到2点，因为它一时是4个小时嘛，初时日出日中日后，夜出夜中夜后啊，我们叫初夜中夜后夜了，初夜中夜后夜啊，那么日出日中日后，昼30夜30，印度是60，所以讲60吉祥嘛啊，就是一时相当于中国的20，中国是12时嘛，天干地支是12时嘛。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啊，基本上是这样嘛。那子时相当于现在是24小时，中国是12时，印度是60，这个不太一样。印度是60，那么相对于现在的24小时，一时就是4个小时。中国是12时，它是天干地支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所以一时是2个小时。那印度一时是6个小时，它是60而已。昼30夜30分初中后啊，就是日出日中日后，那初夜中夜后夜啊，基本上分这样。那这个是中夜啊，涅槃也是中夜啊，要出家于尘也是中夜，那么在菩提树下成道也是中夜啊，也是中夜。好，那这里讲啊，这里讲说这个出家修无上道，中夜起观，见诸祭子。那个时候还在王宫里面啊，他是中夜起观的啊，看到见诸祭子，后妃才女。那通常像这个，我们看一下他，如果你有课本的话，你就看下面的注解；没有的话啊，我就念给你们听，没关系啊。他底下有引用这个五分律的。啊，那么他主要在解释这个祭子啊，啊，
但是啊，如果依这个大智论里面啊第五个，它基本上很简单的就是啊看见工人，那么有一些是讲直接讲见诸才女而已了啊，其实他就是看到这些宫女啊，很简单，就是只是这样，看到这些宫女啊，那么有时候是天人给他示现，如果依佛所行在里面还是天人示现的，给那些宫女本来很好看的都变成不好看啊，都变成不好看。啊，那所以他说见诸妓子后妃才女，其实就见到这些宫女啊，这些宫女，因为王子的身边有很多宫女啊，奴婢宫女很多啊，那所以状若错失，其实就是不好看啊，好像死人或是很不好看的人，其实就给他看到，看到这一些宫女，以前都是很漂亮的，现在没那么漂亮了。因为他这里讲到见诸宫女，在卷三十五，他又讲到出家成就，啊，我们就连着看好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也没有讲到后那么后面，所以我们把后面的就拿来看，啊，智论卷三十五，啊，智论三十五讲到出家成就这件事，啊，因为这里也讲，啊，他第一件事是在金万王宫，啊，啊，在王宫。在王宫，就是晋万王的王宫了，在王宫欲出城游观，啊，那出城游观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他见到老人、病人、死人这个啊，见机天人，化老病死人，让这个太子，啊，心厌离这个五欲啊。第二个啊，令夜半啊，就是中夜啊，见宫人，这个时候还没出城，但是他基本上啊，他。就是让他看见这一些了，后来有出城，啊，一般说是出城看见的，然后他回来的时候，他又回出城又回到王宫里面了，然后回到王宫里面的时候，那么看到这些宫人，啊，他出城游逛回来之后，他看见老病死人，他就想出家了，啊，然后回王宫的时候，啊，据说有他有跟金发王讲他要出家了，又令夜半见诸宫人，啊，这些宫女都是特别挑选过的，又年轻又漂亮的，啊。那么又聪明的啊，但是后来都变成看见这些工人不好的，见诸工人妓子，妓子其实就是在这边表演的啦，们唱歌跳舞的啦，啊，恶若不尽，流鼻涕啦，大小便啦，玩这些比较难看的啦，然后就是那个姿态比较不好的啦，啊，涕唾流血，这个是他的形容啦，就是释迦佛为什么出家啦，已经这个厌离这个五欲的啊，无所省察，屎尿涂漫啊，你看他写到这样。然后整个身体都是屎啊尿啊，啊，当然这个讲的有一点夸张了，啊，哈。那菩萨见你便见宴会，就是他出家啊。那这里只是简单讲啊，简单讲见诸妓子啊、才女啊这些，但是他那里就三十五卷这边讲的很详细啊，见你即便宴会。这个在《佛所行传》里面也是这样记载的，见便宴会啊，就看了啊。就产生厌离了啊，他不会再喜欢这个五欲的。然后第三件啊，就是他出家之前呢，啊，为什么他半夜出家？他说或使诸天，啊，又是天人示现，反正这里就讲天人示现了，诸天啊，天人。我们把这个讲完了啊，令女人恶心妒忌，不是恩德。这个大智论卷三十五用哈啊，恶口欺款，就是把他不好的啊，把这些。因为他悉达多是男众嘛，啊，所以他就是让他看见这一些不会贪恋这个女众了啊。那么恶狂气卡无所省察，因为净饭王都是把聪明、漂亮、年轻的人带进去服侍悉达多的，但是他就让他看见，其实人没有都一直好的，也有不好的这一面啊，让他不会贪恋这个了啊。啊，然后所以他后来就即便舍之，就是他已经有出离心了啦，啊，出离心其实基本上第一个一定是出离无欲的心，出离心一定是先出离无欲的心，所以八关斋戒是在家人修出家法，他就是出离无欲，色身香味触，基本上是这样的啊。这个是智论卷三十五讲到说这个他是为什么会出家？那卷五十，我们说卷五十也是讲出家的，
啊，我们可以跟这个比对啊，建武时也是自论建武时，它就很简单啊，夜于宫殿见诸才女啊，就晚上半夜在宫殿看到才女，皆如死状啊，它就是这样而已。因为他对那个老病死一般都是人家嫌弃的，那这里就一样啊。其实他讲，其实就是祭侄啊、后妃啦、啊，这个都是一样啊，就把这些才女一样，他就是，你看他是建武时，他就是讲这样而已啊。他是夜于宫殿见诸才女，皆如死状啊。那这里就是讲多一点，然后三十五讲的更多啊，基本上是这样。他讲见诸祭侄、后妃、才女。状若臭尸，这鸠摩罗什的翻译前面后面这两个应该是一样的，但是翻译不太一样。好，那这个是释迦佛要出家之前第一件事啊，就是能够让看到老病死以及世间是苦，看到这个现象啊。第二个，那让他看到世间不圆满的一面啊，特别是让他生厌离心、厌离五欲的心。啊，那这个也讲到说，那么出家必须要知道，出家就是要离老病死。那么第一个阶段就是要先厌离五欲，所以你往生极乐世界其实是站在这个，就是净土法门其实是站在这个次第上说的，就是说你第一个要厌离娑婆，厌离娑婆不是厌弃这个世间，是厌离老病死及厌离五欲，厌离五欲，因为娑婆世界有这种现象，老病死跟五欲的现象，就是这个事情，就释迦佛当时看到的了。那么你求生极乐是要求生什么？求生涅槃，就是你要厌离五欲。他即使是告诉你，你要厌离五欲跟厌离世间，不贪恋这个世间，那么怎么样？然后求解脱，原来是这样子的。好，那厌离心求，厌离娑婆心求极乐。什么是极乐？涅槃就是极乐，涅槃解脱就是极乐，其实是这样子的。好，那这个是。讲到中叶起观见诸祭侄后妃才女状若臭尸，好，那就是他要出家之前，他是什么样的心态？他为什么要出家？啊，后面就讲他出家去了啊，行动，然后之后啊，就是叫这个车尼骑着白马，那么就出城，然后走了十二由旬。先到跋伽婆仙人的地方。好，那因为时间到，这个我们下一次再讲。啊，通常一般我们知道的就是先修禅定，啊，到玉陀罗、阿罗罗迦兰跟玉陀罗摩罗子的地方修禅定，然后之后修六年苦行。然后，但是之前啊，这个龙树的大智里面还有提到啊，就是其实最早是到其他的经论里面也有了，但是一般我们没有讲这个。啊，就是到婆伽婆仙人修苦行的那个也是苦行人啊，不过不是跟后来的六年苦行一脉一脉的苦行人不一样，他只在这里，一般的说法只在这个婆伽婆仙人这里待一天而已啊。然后他跟他看的他的修行方式，他觉得这个方式不能解脱，他就离开了，只待一天啊，就婆伽婆仙人后来就去亲近这个玉陀罗摩罗子跟阿罗罗迦兰啊，跟玉陀罗摩罗子。然后他得这个无所有处定跟非想非非想处定，后来也不能解脱，他才去又修六年苦行，又不能解脱，然后他才自己去菩提树下，大概是这个样子啊。那所以这里龙树这里有讲到婆伽婆仙人，那这个因为时间到啊，我们下次再从这里开始讲，就从他出家常出家啊，然后到婆伽婆仙人那里，然后他出家之后，他的这个袈裟。他剃头袈裟啊是怎么来的啊？就从这里开始讲。好，那因为时间到，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